表壳到底是不是塑料的？容易碎吗？掉色吗？哪款值得买？腕表流行力，天书接地气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行力。如今在表上玩色彩是大受欢迎，劳力士、浪琴、欧米茄，甚至百达翡丽都玩起了色彩游戏。劳力士绿水鬼玩的差不多了，现在 GMT 不但出现了左撇子，还是一个绿黑陶瓷圈。我等着你们在留言里给这个表起外号呢啊！欧米茄和斯沃琪联名款有两个问题，回答一下：表壳到底是不是塑料的？容易碎吗？掉色吗？哪款值得买？我先问一个问题啊，你认为这款表是陶瓷的吗？欢迎在留言区打出你的答案来。先说一个文字游戏啊，弄懂了这个游戏，你就明白为什么斯沃琪欧米茄联名款在巴黎、在东京、在北京都排队抢购。欧米茄的超霸里有一个细分月球表 Moon Watch， 而这个联名款呢叫 Moon Swatch，多了个 S， 可差不少钱呢。欧米茄巴不得你把这个读成 Moon Watch 呢。这款表的表壳是 Bioceramic。生物陶瓷啊，官方叫植物陶瓷，反正英文都是 bioceramic。 那么生物陶瓷呢，常用在指牙和指骨上，也有在腕表上用的，比如斯沃琪早就有了生物陶瓷的表款，再比如刚刚推出的帝舵臂弯专业型腕表，表盘上的立体石标也是一体成型的夜光陶瓷，官方资料显示是陶瓷粉与夜光材料组成的。那么斯沃琪这款表的生物陶瓷呢，是三分之二的陶瓷跟三分之一的蓖麻油来源的塑料组成的，这个就跟帝舵臂弯专业型腕表上的石标一样，你可以说是陶瓷的，也可以说是塑料的，反正斯沃琪管它叫 bioceramic， 跟植牙植骨用的材料叫法一样。你说植牙是塑料的，人家不跟你急吗？当然会，因为用于植骨和植牙的生物陶瓷，据说是在多孔性的陶瓷物质里添加了生物兼容性的成分，至少在物理性能方面更像陶瓷。植牙就更别说了。再回到联名款 Moon Swatch， 要想消除不确定性，就得引入信息，也就是情报。那么情报从哪儿来呢？有些情报是冒着生命危险偷出来的，有些是公开来源的。关键是要有情报思维。话说斯沃琪并不是在这个联名款上第一次使用这种所谓的植物陶瓷，更不是第一次用植物来源的塑料，这个我们从他们家前几年的表款上就能发现，人家好几年前就开始尝试多种植物来源的塑料了啊，什么玉米芯啊、熟秸秆啊都尝试过啊，说不定还尝试过咱北京人最喜欢吃的麻豆腐呢。玩笑归玩笑啊，人家秉承了一个先进的理念，那就是对社会、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责任。别看表不贵啊，但责任感挺强，也加上现在国际石油价格那么不稳定，不能全指望着石油来源，是不是？那么为什么用蓖麻油呢？因为蓖麻油的保色性好。你想啊，斯沃琪出那么多颜色的表壳，如果每个颜色都烧一种陶瓷的话，那多贵啊。用蓖麻油想要什么颜色来什么颜色，反正到现在为止到底是塑料还是陶瓷还是无法破局，咱们还是从斯沃琪几年前出的用上了 bioceramic 的表款上说一下。这些表表壳是 bioceramic， 有陶瓷成分，但是表带里没有，是塑料。那么破局的关键点来了，从制造工艺上看，表壳和表带都是注塑成型的，而且在注塑成型的时候不会留下注塑点。我说为什么用蓖麻油而不是用麻豆腐呢？那么这表容易碎吗？你说呢？这表掉色吗？你说的是蓝色的海王星那款吧？你要有的话我们回收。关于这个掉色的问题呢，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专门解答一下。那位说了，就冲这工艺还不是想造多少造多少啊？还有必要排队抢购吗？理论上产量确实是无限的，但也有一些情报说产量是无限，但架不住有炒家会囤积啊，所以斯沃琪欧米茄联名款超公价是大概率事件。问题是超多少呢？到20000肯定是太夸张了，但8000-9000的概率还是挺大的。但是别把我的话当真啊，市场有风险，投机需谨慎。下面说说哪款表值得买。斯沃琪这款表联名的是欧米茄的超霸，也就是码表，而码表包括其他复杂功能的表款，颜值取决于副表盘的布局。好看呢有好几种，比如劳力士的迪通拿，百达翡丽的码表，虽然都是369布局，但3点和6点的表盘都分别做了上升或者下沉。熊猫盘也不错啊，最起码应该是欧米茄超霸那种。码表里最难看的是斗鸡眼布局，这是典型的石英机芯码表啊。不过很遗憾啊，有网友指出某些顶级品牌的复杂功能啊，比如什么万年历啊，因为是纱表盘，在直径比较小的款式上也是斗鸡眼。就算我没说行了吧，什么是斗鸡眼啊？
咱们说那个码表通常有两个或者三个小表盘，一般是分布在表盘的一半的位置，这样留出大约一半的空间呢，还是显示时间。这个比如说啊，最典型的码表布局就是3点、6点、9点分布的小表盘，可是呢12点呀、10点到2、3点之间呀，它是不放小表盘的。但是什么是斗鸡眼呢？在尺寸比较小的表上，它为了放下这个三个小表盘呀，它不得不把它全挤在一块了。比如说在2点、6点和10点这个位置上，平均的分布了三个小表盘，这样看起来呢，就好像三个小表盘挤在一起，这个就叫斗鸡眼。再看斯沃琪这款表，全是斗鸡眼，那咋整呢？我们建议挑同色副表盘的款式，像这几种。同色小表盘斗鸡眼效果不明显，还是挺唬人的啊。黑色款乍一看还真像超霸的月球表。那么如果只能买到斗鸡眼的款式咋整呢？那就送给不懂表的小姐姐呗。 Moon's Watch 外观保留了欧米茄超霸系列月球表 Moon Watch 的标志性设计，其中包括不对称表壳、经典的三个小表盘、著名的测速刻度，以及测速刻度上的 Dot Over 90， 再现了超霸腕表的经典风格。斯沃琪跟我们家联名款 Moon's Watch 是不是陶瓷的也好，超工价超多少也罢，显然是一波双赢的操作，大家也忒热情了吧，都惊动了远处的爱好者了。你们谁外语好啊？听听他那个日语地道吗？够拼的哈。斯沃琪欧米茄联名款就先说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其实我一直感谢你们的陪伴啊，啥也不用说了，欢迎一键三连，留言互动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呗，再见。哦对了，现在表展季啊，几乎所有品牌都已经发布了它新款，我们腕表流行里也没闲着，我们会挑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款式和一些概念拿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关注我们哦。